就是垃圾的问题，以及能够去跟地方政府沟通，而不是看到地方政府、南投县政府的活动全部都必不参加，还全部还通通对南投县的政策通通都反对。外运的经费未来让油耗过去都在社福卫生委员会，我来去争取一年之内解决我们竹山的垃圾问题。现在的垃圾外运，蔡培慧争取50,000吨外运，不是像你在那边抹黑蔡培慧讲的说80,000吨，你知道今年外运几吨吗？让我告诉你，49,294吨。作为一个议员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在那边夸口80,000吨，荒谬。友浩，你作为一个议员，应该要做好议员，再来想要不要当立委吧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任何一个垃圾的问题，蔡培慧不分蓝绿。你作为竹山镇鹿谷选出来的议员，你替竹山讲了什么话？完全没有，还在附和前县长说垃圾外运你们自己处理，荒谬。